不要？就要吧，就要吧。打一打，你喝累了，打打洗手洗手就好了。这熊不熊老太太？还熊老太太？嗯。孙子长的东西。孙子这个辫子给你难受了吧？不难受呀，一些乱胡子，你想呀，就来吧，就来吧，我们石老师不是太要紧。反正是哭啊，是牵了女哭。真的是，这野山也不也有，就是材料也有，全是当心了。Hello， 朋友们好，我是芳芳，看不到这些头发。哎呀，我都不知道搓个当当见了朋友们那笑哦呀，反正，刚才有我老公，戴上眼镜是不是就难看了？那俺老公是你说，说啥来？只能看说白无妨。少来，那时候也穿了小娃娃的，一张张说的是老太太，一张张说的是小娃娃，我也不知道我到底是上的。今天我跟俺老公俺们不做饭，俺们吃高价饭的呀，早饭、午饭都在饭店了吃。现在已经八点多了，今天天气有些阴，到现在还黑的了。哦，听讲平时都七点多。啊。冷不冷了，在你？不冷，不冷。冷给你拍，真的不冷了，出来冷不冷？这是新鲜。过会哈的。拜拜，再要肉哎，我没心跳，到那边等你久的。不要给他留表，给他留表。叫我看错了吗？给你说吧，那你已经写你的名字了。好上了，面条。上了。再一杯。你要拿一个呗。是是是。再一杯。老板太棒。啊，咱自己来一下。啊，自己来也行。也行，就自己拿筷子。啊，自己拿筷子夹也行。啊，行。自己夹面。来，我们自己拿。你这个打包是四个。好，谢谢啊。够了，这是三个四了啊。还有了。对，再来四。哎呀。你们要是这个捞的，稍等一下。我还以为你们是现吃的。香了。啊，要不然这个，稍等一下，把这个完了。那是怎么漏当漏的了？他一会儿就哦，在做的。那今天的早饭，那是油糕，那是还有两个小菜哈。确实高啊，这个能高香哈。那你不穿？穿呀，当漏的了吗？这个卤搓不得来，那面还脱着了。确实高。卤出来了，卤出来了，这是。哎，你给我拿呀！哦，你拿着呗。我老公给我尝了，哎，老公给我尝了。我今天都不敢出来了，我还把那让妈妈没办法，已经叫完了。好看，显小。啊，那小红说我是老太太。那哪能老太太？现在在了。摘了口罩就得年纪就逗着他的老太看。没有。哎，老公给我拿过来的，这是你的？你的。哦的。再大了面，我他们太热了。还带丝，哎，肉片子。这不叫大了面了。这叫绞肉面吧？到 B B 街来了，这个人太逗，他们到那头走了，走了个几都不行。再见，再见，到那头走，走。哎，我们姐姐给端过来的，这四样菜，那多费心看着呀。这是我们这现做的早餐的四样菜。太大了，好，接着做了。我说咱这个饭就一把送回去了。你在那西哥大道还是面粉？这个你要送我他妈的外大道还是面？啊，这来你是不面呗？你做还做不出来个面粉？哈哈哈哈！好。哎，老公又吃一碗了，好吃哈、哎！上了牌，吃那都两碗就不怕爬上了，不怕上两碗就不看见，还让他看见了还怕？
咱那开的车呀，你妈说过啊。好车，味道好车，我开就吃一碗了，我不是为了空啊，都中午吃。就是车在吧？哎，不是，那确实味道不错，挺好吃。那个肉也没了。差不多肉，没肉，你看那烧肉一个来嘛。行了，因为没两片片就行了。哪有两片片？一片片又差了两呗。哦，这里有一片片。一片片也没了，没有了。这快吃了，快吃了，吃了咱们回。好，吃了。嗯。我酒店还喝干净。啊？酒店喝干净。酒店喝个跟娃娃大包回来，两块八七。啊。你吃饱了呀？哦，饱了，你快吃，快吃。把那个糕给你拿过来，你要不要糕？你坐过来，这里有菜了。哎，这里也有了。那这菜都没连坐过来，这里还有糕条。啊，没事，我这就够了，这就够了。他这都在菜的味道还都行了，饭的味道也行了，就是在接待能力，接待能力有些差了。他估计这么来招待过在村里头的。早餐一般村里头就不在饭店吃。不在饭店，不在，他没来招待过，我看见。他没来见过咱们村里头，哗的下来都在写上。他们就拿了接触不说他。啊，那以后要进出来在饭店了干吧，他就肯定就能准备全的。路又没来了，那还得坐，还得等多长时间？呀，得等个。起码得迟到十分钟，十来分钟，十来分二十分钟。好，那就当也当了。Hello， 我回来了，吃早饭回来了，说说今天吃早饭的这个情况。因为我们这是第一次在饭店里吃早饭，我们村里面办事业，一般都是就在本小区里面的流动饭店，反正速度非常快。可能这个饭店可能没有接待过这村里面的这种大规模的这人多的这种情况，而且我们吃完都是大部分人还都要打包上回，因为家里还有老人啦孩子了，去不了嘛，饭店离的这个村里比较远，去不了来到不了的，他就要打包回去给家里人吃，是完了吃完一打包那一下就没了，所以就出现这种。怎么说了，出现这种供不应求的状态，我们也能理解，他毕竟这饭店没有接待过嘛，但是人家的饭店这个饭菜味道了确实是不错。然后我这波吃完回来了，借了人家亲戚的500块钱给人家把礼上了，我们村里面现在上礼朋友们基本上都是500起步，500是最少的了。本来我和我老公是打算吃完早饭回来再拿上钱，完了中午赶吃饭的时候去给人家上礼。但是刚才去了，看见人家亲戚好多亲戚朋友们，人家都上了礼了，都拿到回礼了。哎呀，我也不想上的后面，所以就先跟亲戚借了500，先给人家上了。一会儿我们吃饭再把借了的钱给人家还了。然后这不回了个这毛巾，回了两个毛巾。我也打包了，我把那打包的两份面给我家两个姑娘带回来了，对吧？回了两个这毛巾，基本上就是个这，把家里回来收拾收拾，完了休息休息，中午早点过去再说呗。村里面上市也就是这，没办法，都是这，家家户户都是这。